弟兄姐妹平安，我这边是奥牧师，我在新香堂教会，很开心跟大家分享我们教会的主要的一个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的2章15节，他说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只有在我教会啊，你们也是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。可是呢，今天我有个特别的感动，是说我们要往前面走一个经文，就是哥林多后书的2章14节，他说："无论我们到哪里去，我们要感谢主，因为他亲自带领我们。"所以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说，因为你们我感谢，因为我们在全台，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人是在相信耶稣，让他亲自带领我们。第一个是我们要感谢主，第二个我们要相信上帝，他在引导我们，圣灵在开一些人不可以关的门，他在带领我们进入到最能够享受到他的同在的一个点子。三个是每一个人有机会可以宣扬他的福音，在你们的公司，在你们的学校，在你们的家庭，每一次时时刻刻都有机会，你们可以把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散播出来，祝福你们，爱你们哦。